配件箱，清点配件是否与清单一致。去掉主机上的包装。烫金纸安装。将烫金纸安装在面对主机的左边。收废料桶安装在右边。使烫金纸穿过两侧导杆，拉展烫金纸。插上电源线，连接打印机与电脑，用棉签占95%酒精，清洗打印头。